不起，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嘛。哎呦，好吧，不然点点，我们再重新做一个好了。那错子先还给亮亮，小心一点好不好？爸爸爸爸爸爸爸！哎呦，亮亮，我在哭闹嘞，不要再闹了。再这样哎，撒开呢？没了，彤彤姐姐，你，我说，哎，撒开呢？我生气了。你们不要生气了啦。等一下，我一定会很小心、很小心的，不会再撞到你们的积木了。好吧，我们原谅你一次，这一次你一定要很小心哦。我保证。好，我跟点点可是要挑战盖一个台北101那么高的城堡。就是的。来，点点，加油。吼，再过闹雷，不要再闹了。吼，再过闹雷，不要再闹了。啊！谁叫我啊？啊！到底是谁啊？吼，再过闹雷。抓到你了吧？是点点。吼，再过闹雷。爱发欠呢，我生气了。爱发欠呢，我生气了。哇，这盆小花好美哦。对呀，可是它现在很脆弱哦，只可以看不可以摸。亮亮，我不是说不可以摸吗？爱发欠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彤彤姐姐，请你原谅我，对不起了。好可怜的小花。吼，再过闹嘞，爱发欠呢。小朋友要当个听话的乖宝宝哦。嗨，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。张老幺。